阿木，我这是天亮了，那是梦，可是太真实了。这才是我入学的第二个月，我怎会梦到一年之后的事？完全不像梦境。我到底……糟，竟然忘了把阿木收起来，得藏好阿木，不能被认识兄长的人看到。 相信快找到阴阳天机论，却毫无头绪。这等稀世珍宝，流光会将它藏于何处呢？是了，听雪宫中人提过鸿蒙镜，说是一处会幻化出各种磨练之所的奇迹。莫非阴阳天机论就藏在其中？不妨进修行之际进去一探。鸿蒙镜中地域辽阔，修行各处相距甚远。 太乙学宫制造了大量岩甲船，供修行者跨山越海，快速往来其中。鸿蒙镜为王仙客所持法宝，可驱策咒法，将放置镜面上的图影画册凝成幻境。太乙学宫正是建于其所化幻境之中，鸿蒙镜将依据进入者修为，逐步展开试炼之地。 修行大于一，君子使命好死吗？遇强则强，迎难而上。 杀无赦！
师命号四方。遇强则强，迎难而上。杀无赦，哼，逃不出我的望山。军师以师命号四方。遇强则强，迎难而上。目标锁定，攻击！再不退，杀无赦。望山，军师以师命号四方。遇强则强，迎难而上。目标锁定，攻击！师命号四方，遇强则强，迎难而上。目标锁定，攻击！再不退，杀无赦。逃不出我的望山。君子以师命号四方。遇强则强，迎难而上。目标锁定，攻击！目标终止。
退，杀无赦。你逃不出我的望山。童趣，童趣，万先生，小帅帅，你怎么说？我睡晚了，没感觉好梦境。啊，现在快四个时辰了，阿月他们还没回来，我怕是不是出了什么变故啊？我看看，不对，入口传出的灵犀并非红梦境，今日长安曾现双月相乘异象，莫非红梦境受天象所感，出了岔子？唉，麻烦。你去通知其他先生，我们一起进鸿蒙境找人。听到没？多好玩的事儿啊！咱们也去凑个热闹。童趣，童趣，小帅帅，你怎么说？哦，走啦。西起残红泪满衣，他身莫作有情痴，人间无敌着相思。哎，纵有金钱百万，自抛在身，无良人相伴，亦不过虚度少光阴。今夕何夕，见此良人。知命耗四方，遇强则强，迎难而上。你逃不出我的望山。再不退，杀无赦。